明明是我男朋友比较帅。眼镜侠怎么了？现在最流行小眼镜了，我们家小圆最帅了。啊，已经早恋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想到会早，没想到会这么早，是出面阻止还是穿不知道？男孩长得怎么样？小眼睛会不会遗传？停，我在想什么？是时候该我出手了。妈妈，我们家的门生病了吗？跟你说过不要打扰姐姐打电话，你还不听。Game over。不要太紧张了，小孩子之间的爱情其实跟过家家是一样一样的，好朋友之间有好感很正常哦。咱们只要适当的引导、鼓励怡君多学习别人的优点，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可能是我想太多了。我明天找怡君好好谈谈吧。怡君呀，妈妈知道你这个年龄的孩子有喜欢的男生很正常，说明那个男生肯定也很优秀哦。嗯，我现在没有喜欢的男生啊。放心，妈妈不会怪你的，你跟那个叫小妍的男生哦，要多多学习，学习人家好的地方哦。哦，你是说 TFBOYS 王源啊？我现在不喜欢他了。外边，我现在有新的男朋友了，不是王源了，是小景景不然，帅不帅？帅不帅？什么？你也喜欢？不要跟我抢男朋友了。已经二两。